是从创世纪22章第一节，就要上不上上堂，我现在对你们吩咐。第二节，众人堂所得那些百来花，就更加安全了。第三节，保罗说：我人是犹太人，生在基里家的太叔，葬在这城里是加玛列门下，安插我们做众人间的律法书教。日善侍奉上帝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第四节，我也请别别奉借他的人切到尸体，无论男女都受那下贱。第五节，这是太子是否中葬了，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要量了他们，他以天上门的的心，望太马石去，把那把在那里封在他的人数呢？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第六节，我将到太马石进召的时候，若差误上，忽然从天上发太光，四面照着我。第七节，我就不到差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梭罗，梭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第八节，我被答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撒勒人耶稣。第九节，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第十节，我说：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说：起来，进大马士去，在那里有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十二节，我见那光的荣耀，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扯我，笑进了大马士。十二节，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按照律法的虔诚人为一切出差那里的犹太人所见证。第十三节，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对我说：上帝说了，你可以看见我当时望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第十节，他就说：我们祖宗的上帝见证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要得见那女子，天下口中所出的声音。十五节，因为你所有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作见证。十六节，现在你为什么担人呢？起来求告他的名，苏舍，舍弃你的罪。十七节，后来我被到耶路撒冷差遣来祷告的时候，欢耀哀伤。十八节，看见主向我说话：你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，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的人必不良数。十九节，我就说：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百姓里的人，少差监吏，要差各会堂里鞭打他们。二十节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是提犯皮开流血的时候，我就站在旁边放弃，要看笑开示他自然的衣裳。你十二节，就向我说：你去吧，我要差你人人的往外帮人那里去。你十二节，众人听见他说多谢几话，超过上说：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，他是不当发错的。二十三节，众人善用，摔掉衣服，把前途向空中扬起来。二十四节。前副将小盘夫波将波罗带进人流去，有人用鞭子敲满他，又知道他们伤他，这种善用是没什么人故。第二十五节，刚用皮鞭捆伤波罗，对旁边站的白副将说：人是罗马人，要么要天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要这个礼么？二十六节，白副将听见这话，就去见陈副将，告诉他说：你要做什么？这人是罗马人。二十七节，陈副将就来问波罗说：你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波罗说：是。二十八节，陈副将说：我用许多年资才入了罗马面试。波罗说：我生来就是。二十九节，于是那些有叩门波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。前副将既知道他是罗马人，有人被捆绑了，他也害怕。三十节，
前一天前副总没有指出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，偏见慨他，吩咐知事长和全公会的人都出席，将保罗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